不玩小丑的，玩博士了。发信号啊，这个时间发信号。点位，直接不追啦。直接不追了，去树林了。树林有什么？萨瓦特，我待会给你切，来找我的。这次不倒啊，应该硬直，时间上来不及。会骗我吗？不骗。我操，直接进去了，什么鬼？别变走啊，不变找不变。哦呦，我要冲到我，赶快跑，再回来。我操，玩垃圾点容易出事儿。有没有地下室？有地下室，跳！听声音，啊，一阶出来了！啊，确实一阶出来了。是啊，我看到那个刀柄，刀末端，现在可以翻，应该冲刺还没好。窗哎，这个位置他冲刺来不及，够了，是个四餐来机传送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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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坚持住！棉花坚持住，棉花在哪呢？怎么不动的呀？换人啦！转移目标，什么东西？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还不想起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没得关系。哦哟，没得关系。哦呦，没得关系，我这全力破一开，修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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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修啊快修啊！开呀开呀，全力破也能开吗？快开呀开呀！哦呀，我操，接慢了，这别叫自摸，怎么还跑到脸上去了？我看可以，赶快跑，准备来摸我，我要死了，我感觉。点小门吧，先点小门吧。这板子盖，反向盖，盖就是为了让他冲刺的。他不冲，我们就可以翻这板子。我操，这干什么这？快爬，快点爬，快点爬！可以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可以，我们可以死在门口。我操，看那个囚徒电，然后就哦一声，我操！囚徒怎么这么搞笑？够了，还好还好，我的按住也可以按住他死掉。